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是开集学习心得报告之五。阿弥陀佛，近日师父上人将一幅庄严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圣像供奉于摄影棚之中，弟子见此，尽述学习科注之心得体会，供养诸位法师大德。科注云：观世音菩萨，又名观自在菩萨，简言之，是菩萨观世人，称念彼菩萨之名而垂救度，所以称观世音。菩萨遍观法界众生，随其机缘而自在拔苦与乐，所以称观自在。诸佛菩萨于浊世恶苦之中，千处祈求千处应，化现千百亿化身，救度末法苦难众生。观世音菩萨之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细心观察会发现，菩萨之千手千眼于尘刹寰宇无尽时空之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菩萨的这双手是黄念祖老居士普心孤意注解大经之手，老人家感恩图报，拼死注经，广集中外经论，苦心参研，连岁带病突疾，宁可书成而失命，不愿辍著以自保，后人才得以见到这部光照寰宇的净土大经科注。弟子习讲及此，每每于台前感动唏嘘，泪湿眼眶。菩萨的这双手是恩师上净下空老法师孜孜不倦宣演大经标写眉注之手，进宫恩师88岁高龄，每日不辞劳苦讲经4个小时，尽管已宣讲多次，仍细致认真地标注圈点写眉批。恩师对培养弘法人才更是不遗余力，将一生智慧经验和盘托出，于无量寿经科注学习班中耐心聆听，细致点评，因材施教，一心希望学生超过自己，使佛法后继有人，净宗法脉代代相传，使末法中之正法永续不绝。菩萨的这双手是上净下空老法师提倡传统文化、挽救世道人心之手。老法师曾说，净土大经科注是阿弥陀佛，群书治要是观世音菩萨。因此孜孜不倦倡导成立汉学院，培养群书治要人才，希望成立群书治要学习电视台，近期还不辞高龄，远赴新印尼新马劳苦奔波，以继成就恢复汉学之因缘。菩萨的这双手是上海下贤老和尚躬耕劳作，以慈悲甘露普化众生之手。老和尚至心称念观音菩萨，而使痈疮得以痊愈。老和尚以念佛之力救度难产母狼，慈悲至极。村民偷掰玉米穗儿，老和尚让他挑大的掰。其同门师兄弟海庆法师更是慈悲心肠。弟子听闻，有一次庆师曾被驴子踢伤，他竟不顾自己伤势，反而关切地问道：“驴腿儿有没有伤着？”庆师物我一体的慈悲胸怀，
令人感动至之。菩萨的这双手是刘素清老菩萨欲知时至自在往生莲花化身之手。老菩萨信愿坚定，用手语显示他蒙佛接引登上莲花，印证无量寿经汇集本之真实不虚，进攻恩师宣演妙法之至诚无望，他留下了世间最美的笑容。菩萨的这双手是上净下空老法师和天主教富铁山长老紧紧相握之手。二老相见如故，志同道合，富铁老离世前仍念念不忘，愿共同成就宗教大学之盛源。世界族群宗教本来是一家，弥陀之悲愿与圣母玛利亚之仁爱之光，光光相融，普化群蒙。菩萨的这双手是母亲十月怀胎推肝救尸养育儿女之手。弟子儿时曾不慎摔伤，右手骨折，母亲含辛茹苦工作，花费十多万元才治愈弟子的手。母亲历经艰难才将弟子抚养长大，其中之艰辛劳苦无以言表。弟子长大之后，母亲又将弟子送至净公恩师麾下，如今弟子出家修行，未能承欢膝下，道业未成，未能报答母恩，惭愧至极。所幸母亲在家中认真听经念佛，老实修行，母亲实乃成就弟子道业的慈悲观音了。菩萨的这双手是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普居士不辞劳苦孝敬恩师培育晚辈普爱众生之手。正是由于师父上人的慈悲加持及胡居士的鼎力护持，才成就了无量寿经科注学习班的殊胜因缘。正是胡居士慈悲鼓励及安排，才成就了弟子听经闻法习讲科注之盛缘。饮水之缘，知恩报恩，学习班同学们的成长之路，正是师长及护法大德耗尽心血一砖一瓦而铺就的。菩萨的这双手是随侍师父上人的圣妙法师兢兢业业孝养奉侍师长之手。法师诚尽谦和，戒得庄严，吃苦耐劳，孝养之事亲力亲为，乃常人所不能及。在此随喜赞叹法师之无尽功德。菩萨的这双手是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总干事、副总干事及全体义工默默无闻负责尽职之手。多少寒来暑往、披星戴月的岁月中，护法菩萨们经受风吹雨打、日晒雨淋，默默无闻辛苦奉献，在深夜里赶制光盘、编辑文稿、联络各地，在烈日下搬运法宝、洗菜煮饭、端茶送水，在暴雨中接来送往、提拿行李、殷勤接待。这无数双充满爱心尽职护法的手，汇聚成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的庄严德相。弟子尽述此文，感动泪下，深感大事之德、众生之恩，称说不尽，累劫难报。普愿众生早日道业圆成，往生净土。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定会随同阿弥陀佛前来接引。经云，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观音菩萨是救苦救难的大菩萨，于此五浊恶世灾变频仍之际，苦恼众生于急难恐怖之中，若能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则菩萨观其音声，寻声救苦，众生都能够得到解脱。因此，在娑婆世界中，人们都称观音菩萨为施无畏者，诚愿世人普同效法观音之德，于众则以净土妙法大慈大悲救度众生，于己则至心称念弥陀圣号，信愿坚定，求愿往生，此乃报答观音及诸佛菩萨深恩之最佳典范。敬请常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以上是弟子开集学习心得报告，不妥之处敬请指正，不尽感恩，阿弥陀佛。开启法师的心得报告。我们也是亲眼看到这两年来修学的功夫提升，但是还是不足啊，要认真努力，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地方不能算是一个道场啊，我们这个地方是十几个同修遇到香港这个地区的开发商啊，把这个山头作为一个新村啊，环境确实是很理想啊，非常安静，空气好，这是香港的向下，距离深圳很近啊，过去这些地方没有人居住啊，30年前我来过这个地方啊，都是荒山野岭啊，现在都住满了人家。我们也不希望建一个道场，因为我看过很多道场，看到我自己害怕啊。什么原因呢？学佛我们把经教啊都收回啊，不认真研究经教，当然谈不上落实啊。那么不能落实经教，大众聚在一起没有不起哄的啊，就是斗争坚固啊。啊，这种斗争是无法把它平息的。古时候道场为什么那么庄严？人人持戒，无论在家出家修行，前5年学戒，5年学戒都有基础啊。古人有家教啊，伦理道德因果的观念从小就养成，入佛门之后就学习戒定慧三学啊，尤其是戒律，前5年完全学戒律，学威仪啊，
真像一个出家人的样子，现在没有了。啊，现在着重的是金蝉佛寺，明文利养，我们看到很痛心，自己没有智慧，没有德行，啊，自己教自己都没有教好，怎么有能力教别人？啊，但是我这一生没有离开经本，对于经教非常向往，啊，希望将来能有一个道场，使如法如理的道场能出现。啊，这是个愿望，可能在一生当中啊，都见不到。啊，我看到国清法师，啊，台湾的真就是，我去过两次，我看到非常欢喜。啊，所以我劝定后到那边去学习，啊，希望他能在住五年，将来主持一个道场，教化一方，做一个好朋友，啊，让世间人能看看什么叫做如佛如来真法道场。这个很重要，现在人没有看的样子他不相信，啊，传统文化我们在汤池做出一个样子，啊，虽然解散，可是影响存在，啊，今年在联合国的佛教卫斋节的活动，我没去参加。参加的同学回来，告诉我，非常殊胜。那是过去几年没有看到的。啊，好像对于佛法的认知逐渐形成了。啊，这是好事情。啊，许许多国家的许多国家大师，啊，他们不是信佛教，但是对于佛教有浓厚的兴趣，啊，有好感，这就好事情。啊，希望将来都能在一起学习，啊，这是在国际上，我们要团结宗教。劝导宗教都要回归教育，要互相学习，共同为世界安定和平做出贡献。啊，那么这个实验在图文吧有很好的成绩出现，这次在联合国做报告，受到大众的重视，好事情。图文吧我们在那经营12年，啊，2000年我们移民过去的，啊，我们怎么做出来的？就一桩事情，星期六温馨晚宴，啊，免费招待大家了素餐所是，所以这十几年，图文吧几乎每一个人都到我们学院来做过客，啊，到我们这吃过饭，对我们很了解，啊，那我们在那里发动图文吧所有的宗教，
团结成一家人，啊，经常在一起活动，啊，十年产生很好的效果，啊，这些宗教的领导们主动向我提出，我们宗教里联合，连起来，把图文吧打造成一个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他做到了。啊，市长非常欢喜，我们的活动他都来参加。啊，真正的将这个城市，啊，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可以共同在一起，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一家人。那那么这一次做出的报告，有不少国家大使代表们都想到图文巴去参观，啊，去考察，我们欢迎。啊，希望将来有第二个这样城市，第三个这样城市，越来越多，啊，真正化解所有冲突，啊，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谐，啊，人跟人在一起相亲相爱，啊，一个城市做到了，希望别的城市以这个为榜样，大家努力，啊，这个城市是宗教启动的，宗教带头的，啊，所有信仰宗教的人配合合作，啊，才有这个成就，啊，我们的理想愿望实现，啊，这个做得到的不是假的，只要用真心待人，从自己做起，啊，慢慢感化，啊，图文巴是十年时间，啊，不是很长，啊，大家看到了，我相信以后更做的不需要十年，5年、3年就成就。啊，从这个地方看出，宗教不是迷信，宗教对人类会做出正面的贡献。啊，希望大家不能够轻视宗教，宗教是精神文明的核心，啊，这是过去汤恩比博士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精神文明的核心，啊，精神文明的重要性比如物质文明还要高，还要殊胜，啊，不可以不重视。啊，那么开机，慢慢的，默默的在进步，啊，很好，要认真，要努力。首先要把身体调好，啊，有这个地方，完全是自动自发，真正自动自发，我们的环境是好环境。啊，不能够自动自发，依众靠众，要一个好的道场，持戒的道场，认真修学经教的道场，可以帮助你。啊，下面还有没有？好，你念你的好了。无量寿经。